曾经高高在上的他们，也不相信同样的结果。王总，你放心，钱我肯定能借到。周逸然这个人，一生兄弟大过天，别说100万，我问他要500万，他都得借给我。你就放心吧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来了。嘿，老周，那100万。哎呦，这么爽快啊！嗯 哎，老周，其实我今天来呢，是想问一下关于强盛集团合作项目的事情。那个项目是公司今年最大的项目，内容都是严格保密的，不能对外泄露。哎呀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嘛，我就是想了解一下项目，看能不能帮帮老周啥的。难得你有这份心啊！这是关于这个项目的所有资料，你拿回去好好看看。行，那我先回去研究一下啊。那我先走了啊，冉总。 你们为什么这么信任那个？他最近跟那个王氏的经理走得很近，王氏也在抢强盛这个项目，我怕。没事，以后他问这个项目的事情，你全都告诉他。高经理领了公司那么多项目，把钱全压在强盛集团这个项目上，万一一个项目没拿到，公司可就亏大了。怕什么？周逸然已经把强盛项目的所有资料都给我，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 而且我明天就要去万豪酒店和强盛的强总谈合作了，这个项目我势在必得。啊，哎，你怎么这么慢呀？今晚全是贵客，路上堵车，我们快去吧。这戴欣怡呀，哎呦，是我呀，高杰，高中追过你的吗？记不记得？ 哦，记起来了，好久不见。当初拒绝跟我在一起，现在就混成一服务员啊。珊珊，我们走。 可是今天来的都是贵客，我们得负责接待。戴欣怡，你还以为自己是班花呢？你现在就是一服务员。你们两个把小爷我伺候好了，是你们分内的事儿。我的女伴可不是伺候你的。她就是一服务员，怎么可能是你的女伴？我找女伴还要跟你报备吗？还有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我听说今天这里大佬云集，所以过来开开眼，学习学习。那既然这样的话。 那我先进去了，那咱们待会儿见。好。强总，强盛这个项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签合同。冉总，真不好意思，他们已经给出了比你们高的价格，并且比你们更好的方案。他们是谁？是我。强总。 原来是我的好兄弟。生意场上哪有什么真正的兄弟啊？是吧，强总？强盛这个项目拿下后，以后我就是王氏副总了。这还得多谢谢你啊，我的好兄弟。没关系，强总，项目只是小事。我今天来，主要是想让你见个人。哦，谁呀？进来吧。